Gente, poxa.这边一样，先把装备穿起来。或者我觉得这里每天都有人在那边聊天 也是啦。手机游戏就是手机游戏。其实我就看到有往上跑的，就可以直接换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少说，再来。我选不出来这样。下单机器啊，所以非常有趣哦，非常有趣。我个人认为啦，就是这样跟你们演示。然后我觉得有趣的地方还有这个避免竞技场的部分，竞技场的部分哦。你可以刷看一下战力，再要不要跳？但最终还是选完嘛。剩下的时间你就自己挂下去。大家自己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的话，我们要结束了。霸道王。那么的武器感觉一直在变。